往左，往左，打得我太累了，那就慢慢停转啊。然后站着烤火。我们走过来，他就不招是吧？最后一次，应该就没了，他应该要跑了，跑了跑了 ，OK。没有复活的是吧？那我们就直接走吧，是吧 ？So this is what the ancients guard. 走啊，兄弟们，你们不往前走。五小队很小气的，他应该除了刷经验应该也没有什么吧。没事，能赢就行，能赢就行，要求不高，慢慢把巴尔磨死。这个是单机的，没有完战网，因为我水平太次了，最多得提升。刺客的那个陷阱有施暴啊，这么厉害！这个叶鸠送了54个啊哈，他死了，哇，他吐了一地，啊，干，没有给我掉暗金哎！你看我这是什么运气？我跟你说，我玩死灵法师的运气真的是差到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能理解什么叫做差到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差到爆，连一个暗金都不掉。暗金什么掉呢？小怪给掉。MDZZ 啊，咱都扔进去。我通关了，但是那个野生大菠萝没打过，打不过。那个野生大菠萝是真厉害。打完巴尔的时候是整80级。然后除了力量加156点，加到156是为了做那个精神盾，但是精神盾的底材我们一直没有打到，可能符文也不大够。山的装备是一个洞察，再加一个防御最高的那个什么胸甲，其他的没有。然后我们的呢，我们的就是一个精神剑，一把精神剑，一个加抗的这个铁手腕，然后戒指啊也是全都加抗性的，因为到地狱了嘛。腰带是一个暗金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个隐形的暗金的甲，它是所有抗性加35，没有这个甲的话我估计地狱通不过去的。头盔呢是加所有技能，然后加一些抗性，鞋子是加一些抗性的鞋子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盾是加死灵法师等级的，加等级的比较多。加点的话，两个骷髅复生支配加满，然后是重生加一点，召唤抵抗一点，这些路过的都是各一点，然后就是施暴满，盾加了一点，
还有就是一直加到衰老都是一点，剩下的全堆在了土魔和支配土魔、支配石魔身上。垃圾，一身小垃圾装备啊，一身小垃圾装备通关。通关要领就是，多打点那些钱，然后顾着米山死过去。